Hello，大家好，我是慧恩，目前是一位大学生。疫情期间呢，每个人都需要做好防护措施保护自己。所以呢，我今天想跟大家分享我最近在服用的保健品，它就是 Aston Marine， 是这样的一盒，然后里面是有30包。它不但能够提升我们人体的免疫系统，还可以促进新陈代谢和调节过敏体质，特别适合免疫力差或经常不舒服的人，包括时常过敏以及有呼吸道疾病的患者。当然呢，大家忙碌工作时也一定要照顾身体健康，劳累、压力大和生活作息不正常都会有不小的影响。服用 Aston Marine 有助于修复与激活细胞，同时还能补充体力，让你保持活力充沛。爱美的人也不要错过哦，它可以抗老化。服用的方法很简单，吃开后直接倒入嘴里，含着吞下，或者含入嘴里时喝水会更容易吞下。根据身体的情况，可以服用不同的数量，推荐每天一至八包。Aston Marine 的主要成分有百香果、果糖、葡聚糖、益生菌，还有维他命。所以呢，吃起来是甜甜的，有果香味，不用怕补品的味道难以接受。想要预防病毒入侵的人，绝对需要尝试。预防病毒感染的同时，还可以保持身体健康。最后呢，再向你们分享一个关于 Aston Marine 的真实事件。相信大家也知道，现在疫情呢，如果处于人数众多或封闭空间和空气污染的场所，最危险。有一位城市老板，每天都在2到3名的外劳上下班，需要在一辆封闭空间的车内每天待上2个小时。不过呢，陈老板和他的家人坚持每日服用2包 Aston Marine， 结果在那3名外劳被确诊后，他们一家人依然没有被确诊。我本身也服用了一段时间，身为爱熬夜的00后，当然也会因为生活作息不一致，加上需要经常早起上网课，到下午就会开始昏昏欲睡。但是服用 Aston Marine 以后就不会有这个问题了，而且呢，产品的功效也的确对免受病毒的侵害有帮助，绝对推荐大家这款良心且有实战功效的产品 Aston Marine。